走，蹬起来，蹬起来，前轱辘，那些准备活动。 走走，前曲线，前曲线。我叫梅格瑞奇，今年14岁，学习滑冰6年半了。My name is Megan, and I am 13 years old, and I am from Hong Kong, China. I've skated for almost 7 years. 我叫周雪涵，今年15岁了。我学习花样滑冰将近8年的时间了。大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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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一点。落的时候别太叉啊，夹住一点。啊，下步，大圈滑行。单脚的前屈。妹妹把这肩打开啊。大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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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一点。 交叉移动滑行，结束坐好。原有的冰雪发展呢，只有东北三省，但北冰南展让我发现了，我觉得上海啊、江浙沪这一边的孩子更适合滑冰。个人的学习条件到个人的这种领悟和身材的比例，我觉得南方的孩子也是很适合。我们上海的孩子这5年来的成绩，从就是中下游的水平，现在也能跻身上到中上游的水平。今年全国比赛都有拿到奖牌。 我现在比赛成绩最好的是全国第2届青年运动会少年组冠军，全国大奖赛第4名，最高难度的动作是外点3连外点3。Competed in nationals grand prix and I got first place. Working on triple triples and triple axels. 这个好，可以。 I belong to this place. I love how everything was like flying past me when I skate, and it just felt amazing. In Shanghai, I had many more friends that would encourage me and to tell me to never give up whenever I fall. 我想成为就是像李承杰学员这样，就做跳非常轻松，动作是非常有魅力的这样的选手。这里学习花滑氛围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每天都很开心，有朋友在身边。站到冰场上那一刻，整个冰场就是你自己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做出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。 国外的美国、加拿大、芬兰、意大利都有学生。只是疫情，他们回不来。其实好多你像芬兰的那个孩子，妈妈没事就给我发信息，我就在视频上给他讲解。他也是为了说代表芬兰去参加奥运会。我们这个组其实是个国际化的组，全国、全世界都有的孩子。我希望都能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看到他，都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增光添彩。 想去看冬奥会比赛，看看别人是怎么比的，可以从中学习。我想成为一个拥有高难度跳跃选手，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。Joining the Olympics is definitely a dream that everybody would want. We will all try our best to get there.